诸位同学，我们接着请看七句因缘的第三句。一切众生行业故，这一句是讲众生的造作啊，行是行为，行为很多啊。佛教导众生，把众生一切的行为归纳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是起心动念，我们常讲的思想、见解、意业的行为。第二一类呢，言语，言语是口业的行为。第三一类是身体的造作，身业的行为。所以行为再多，概括起来不外乎这三大类。我们称为三业。一是行为造作的结果，正在造作的时候叫事。我们常常问啊，你做了什么事啊？事情做完之后啊，那就是一。你看看现在的学生在学校念书啊，学了这个一个学期了啊，这一个学期天天上课啊，这在作业，在这个造作啊，造作完毕之后呢就结业了啊。所以学生这些练习本子叫作业簿也就是成绩嘛。小学六年念完了，哎，毕业了啊！所以我们要懂得，业是造作的结果啊。佛家讲啊，你所造作的一切，不论是善恶无忌，印象，现在人讲印象了，佛家不叫印象，佛家叫种子啊。现在人家印象，你造作的你一定有印象啊。佛家讲种子，种子落在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像一个仓库一样储存这些成绩啊，你所造作的啊，无论造作什么业，通通储存在阿赖耶识里头啊，这个要晓得阿赖耶识啊，好像是我们的个人档案室啊。这个档案室没有形状的，不是物质，它确实有，
我们一个人几十年前做的事情啊，现在想想一想，哎，就想起来了。这一想是呢，把那个档案调出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外国现在有不少这个医学界的医生用催眠术给病人治病，在催眠里面呢，问他的过去生、再过去生，啊，有人能够在催眠里面说出他80几次这个生死之前的事情，啊，那这个80几次，一次是一世啊，可以追溯到过去。80多世，啊，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啊，什么样的形状？啊，要是在人间，啊，他叫什么名字？他住在什么地方？啊，他过的是什么生活？都能说出来。啊，我听说美国有一个大学教授，啊，他是从事于这个心理教学，他是个无神论的，根本不相信有鬼神，不相信呢有轮回。但是，他从他自己亲身实验，啊，给这个催眠的时候，遇到这么多神，他现在深信不疑。那么这个记忆啊，催眠当中突破了许许多多的障碍，能够回溯到过去啊几十世这个事情啊，那这是东西都在档案里头吗？啊，你这一追问呢，马上就给你调出来，他就说出来了。说明任何一个人有过去式啊，有未来式啊，啊，有过去当然就有未来。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现在还在找，我想把这一位这个教授啊，他亲身经历的事情，我再找这个人。找到之后，我请他啊到我们摄影棚里面来录像，让他亲身告诉我们这些不可思议的境界。啊，现在在外国很多很多啊。我们要实事求是啊。真正明了事实真相，我们起心动念、意业、言语造作、身业口业，不敢不谨慎啊。不敢不下儒家所讲的慎独的功夫啊！独自一人相处，好像没有人看见，就可以放荡，那错误啊！为什么呢？没有人看见，有鬼神看见了。一个坏的念头都不能动啊！人容易欺骗，鬼神不能欺骗，佛菩萨不能欺骗啊！为什么他还敢起心动念做坏事呢？他不相信佛菩萨，不相信鬼神啊，
你不要以为啊，他也穿袍大衣了，啊，也出家受了戒了，甚至于登台讲经受法了，啊，他相不相信呢？不相信啊，不是真正佛弟子啊。真正佛弟子起一个恶的念头，怎么对得起老师？啊，怎么对得起父母？怎么对得起祖宗？不敢。所以学佛有真学佛有假学佛了，我们不能不搞清楚啊！啊，假学佛的果报都在三途。啊，经论上这么说，祖师大德这么说，绝对不要以为那是吓唬人的，那是骗傻瓜的。啊，我这样聪明人还会上你当吗？啊，傻瓜有福。啊，傻瓜依教奉行，傻瓜超越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了。你这个聪明人，将来堕阿鼻地狱。啊，再聪明，你也没法子啊。你还是受业力支配，佛菩萨威神加不上啊，帮不上忙啊。所以业有善恶啊，善业感的是善途啊，恶业感召的是秽土啊，这个过土就有善恶了。这个善恶是指什么呢？六道里面的三善道、三恶道，不是佛净土啊。佛净土造作的是净业。净业是什么呢？心清净，身清净。净宗里的常讲啊，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眼清净，啊，怎么清净呢？不着色相。耳清净，不着音声，啊，就是对外面六尘境界，你要真正能放得下了，啊，我眼见到了，不放在心上啊，这就清净了。啊，古德教给我们，用心如镜。我们每天照镜子，我们的心要像镜子一样，啊，照的时候清清楚楚，不留痕迹啊，那叫做镜，啊，那就是净业，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要保持像镜子一样，啊，不但不照的时候镜子干净，不露影像。正在照的时候又何尝露影像呢？啊，你要懂这个道理，正在照的时候要露影像，这个境界走了之后它还露影像。啊，那是什么呢？照相机啊。啊，现在的录像机啊，录像机给你照的时候它露影像啊。录影像是染业，
不是净业。部落印象是净业，部落印象是镜子。啊，古德教给我们这句话，好啊，用心如镜。啊，我不糊涂啊。啊，面对境界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啊，没有丝毫迷惑。啊，不但是境界离开了不落印象，境界正在当前也不落印象，这才真正的大自在啊！啊，这是真功夫啊，这是真智慧啊。你们哪里会懂呢？要练啊！啊，练到这个功夫，才算是有那么一点成就。啊，你不练怎么行呢？啊，所以一定要练。在什么地方练？在生活上练。换句话，从早到晚，一分一秒都不空过。啊，这修行呢，真修啊！下联句老居士讲的，真干了。啊，练什么呢？就是练，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念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什么？这定功啊，这三昧呀！啊，念一切思，啊，这个六尘境界寥寥分明，清清楚楚，这是慧呀！啊，定慧等学。修行真正在这个地方啊！啊，这才是真正成就啊，真正解脱啊，真正练到纯善纯净啊！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痕迹都不落。这个人正佛弟子，佛经里面称他为佛子啊，我们在经上看的时候佛子啊，这个人真正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呀！啊，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啊，众生业力，业有善恶，各有定慧。业有善恶，感召的三善道、三恶道。啊，各有净慧，修清净心的人感到的净土。啊，这个心地染污的人感召的是秽土。这句话也说明了，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
没错啊。啊，下面清凉接着说，故敬明以万恨为因呢。啊，敬明为魔其敬。啊，这句话说得好啊。啊，万恨就是三业，归纳就是三业。是以一切众生的造作啊！你要想到这一点，然后回过头来想到我的一生机遇，自作自受啊！怎么可以怨天尤人？啊，别人对我好，我过去对他好，我们结的有善因。那别人对我不好，过去世当中我们有不善的因，自己总得要清楚，总得要明白啊！修行修什么呢？我们要把所有一切的不善消除，把所有善的这方面要增长，要提升，这就对了。那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法呢？别人对我一切不善，不放在心上，更不能放在口上。永远想到别人的好处，别人对我有一分好处，有99分不好，我就想他的一分好处，99分呢不好的忘掉，希望将来这个一分呢增长到2分，2分增长到3分，啊，增长到100%，啊，一点我都没有。这要多长的时间呢？可能要无量劫。你们有这个耐心不行啊！啊，一生当中增长一分，成绩就不错了。啊，消除一切不善啊！佛在经教里面教导我们。不念旧恶，啊，以往人家对不起我什么，不要去想这些事情。不憎恶人，世间上造作种种罪业的人，不要去讨厌他，不可以。啊，不可以怨恨他，不可以讨厌他。要用什么心呢？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来接待。啊，他懂不懂没有关系啊，不相干呐。啊，他这一生不懂，也许来生后世他懂。啊，效果不能求急啊，眼前求急效，谚语常讲“欲速则不达”，什么事情都要慢慢来。啊，帮助一个人，帮助社会，啊，帮助这个世间，佛菩萨有耐心呐。啊，时间是以劫数来论的，不是以年月日来说的。啊，很长的时间，啊，以真诚去感化。
啊，自己一定要做出榜样。要能够做出最大的牺牲，啊，像忍辱仙人被割及身体，啊，像这个舜王，啊，你看看他那个忍辱，啊，他的忍让功夫做到家了，啊，他的那个境界实在是不在忍辱仙人之下了，啊，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愿为呀，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我们干，啊，每一天在经教里头，每一天在讲台里头，人家不愿意干，认为这个生活枯燥无味呀，啊，娱乐场所没有一点点时间，啊，自己好像享受享受一下，他不知道，他以为那是享受，啊，跟我不一样。我你今天带我去旅游到哪里去玩呢？我觉得那是很苦，对我来讲是很痛苦。啊，我什么是最乐呢？我读经、讲经，啊，跟朋友们谈谈佛法，我这个是最乐，啊，每一个人乐的境界不一样啊，啊，你以为这个是乐，我以为那是苦，啊，你以为这个是苦，我以为这是乐，啊，由此可知境界不相同啊，苦乐的标准不一样。啊，我懂得你，你不懂得我。你那种乐，我有个比喻，像世间吸毒大吗啡，刺激的乐；我这个乐像泉水，从内心里头慢慢往外面涌，永恒不断。啊，你那种享乐，时间很短，付出的代价很大。我这个乐永恒的，佛家讲法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心啊！不一样啊！啊，这种乐知道的人不多，啊，方东美先生知道，他介绍给我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人的一生，我们现在很清楚、很明白，什么是最可怜的？闻不到佛法，啊，没有机缘接受圣贤的教诲，是最可怜，啊，绝对不是。名闻利养，啊，绝对不是财富，啊，地位权势不是这些，啊，最高的这个享受，最大的福报，是能闻圣贤的教诲。我们不能不知道，知道了我们不能不实行，现在人家的落实，要把圣贤教诲，啊，
真正变成自己的思想，啊，自己的见解，自己的言行，从自己身上表现出来，帮助社会，帮助众生觉悟啊。佛陀的教诲在一切经里面第一殊胜是华严经，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啊，我对华严有特别爱好，这是真的，一接触佛法就欢喜华严，那个时候还不能接受净土啊，那么这也许是过去生中的续因啊，我对华严比净土啊这个缘还要深，才会有这个现象啊。华严在佛法里第一殊胜，这个话不是我说的，隋唐时代许许多多大德们讲的啊，诸位要是读无量寿经汇集本前面呢没关系居士的序文，他那个序文写得很长，写得很清楚，你就了解了。我在没有 读这个汇集本之前，我从前一辈啊大德法师居士那个地方听得很多啊，我也看了不少书，知道古时候不管是哪一个宗派啊，祖师大德们几乎都公认华严是释迦牟尼佛的根本法轮啊，这个根本法轮啊，法轮它是表法意义的啊，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基本的教学。啊，法轮代表教学，代表课程。法轮就是基本的课程啊，基本的教学，你说这个多重要啊。啊，维摩经上讲啊，万恨为因啊。啊，从这一句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世界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啊？设法界是总说啊，要跟你细说呢，那就是经常讲的世界海微尘俗啊。啊，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呢？每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境界不一样，
就是夫妻啊，一辈子生活在一起，两个人境界还是不相同，各有各的境界。父子至亲啊，境界也不相同啊。这是说我跟别人境界不一样，也就是法界不一样。我住我的法界，你住你的法界。啊，我不一样的地方呢，它是有相似的地方。相似的地方呢，就变成了共业了。啊，其实共业所感的那个境界相似，还是不是完全相同。啊，你要是完全相同，那错了，没这个道理。个个不相同啊。再往深处去观察，我一个人，与别人不相干，我一个人的这个境界呀，刹那刹那也在变呢。如果不变了，那好了，不变你成佛了。怎么我个人的这个法界刹那刹那也在起变化呢？你看前一个念头灭了，后一个念头生了啊，前念跟后念不一样啊，不一样呢，那你法界就不一样啊，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真正体会到我们的念头刹那刹那不一样，我们的法界刹那刹那不一样？啊，知道这桩事情，那我就得好好的反省反省。我去年境界跟今年境界一样不一样？啊，这一年一年比很明显呐，有进步啊。去年跟前年比，前年跟大前年比，啊，佛经上有的时候教给我们十年十年一比。啊，你十岁的时候，二十岁的时候，三十岁的时候，四十岁的时候，你好好的去想想，啊，去反省，去检点，啊，有没有进步？还是堕落了？啊，从什么地方去检点呢？从心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如果果然是向着佛道上啊进步，你成功了啊！我初学佛的时候，26岁。对佛法具足信心，信心从哪里来的呢？从老师那里来的。我相信老师啊，老师教导我的啊，他不是个普通人，他是很有名的教授啊，他不是迷信呐。啊，他指导我的，我对他有信心呢，我的信心从这生的。但是对于佛法知道太少啊，啊，往以往没有接触过啊，啊，这刚刚接触，
我有个朋友介绍我认识朱金州老居士。朱老居士那个时候在台北办了一个台湾印经会，他出版了一些书送给我，特别介绍呢《了凡四训》，叫我先看。这是我学佛启蒙的一部书啊，都《了凡四训》啊。那个时候我们是个公务员，公务员每年呢有两个星期啊假期，我度假，度假我到台中，住在我先父的老同事，住在他们家里。他们家里面呢，也并不是完全学佛，他家里书架上啊有几本佛书，我看到《六祖坛经》丁福宝的前注，我那两个星期在他家里翻这个书，越看越有味道。就在度假这个期间当中啊，把这本书连文带注解全部看过，这个是我接触佛法第一部看的佛书《六祖坛经》的前注，我看了非常欢喜啊！我从这里入门呐，知道啊，要断恶修善，要改过自新。我的缘分不错，没多久就遇到张家大师，明梦金先生介绍的，明梦金是清朝时候的亲王，明亲王，现在都不在了。他介绍我认识张家大师，我跟大师三年，承蒙他的教诲，我看的一些经书，有一些疑难的问题，向他老人家请教，他给我解释。一个星期见一次面，星期天呢，一般他都会给两个小时给我，除非他有特别的事故，通知我这个星期天没有时间，有时间一定会安排给我。这个是我学佛遇到了一些真正的善知识对我帮助很大了。正知正见，可以说我学佛没有走冤枉路我对于老师的信心非常坚定。为什么呢？我亲自接触到的嘛。别人说闲话，你是道听途说，我是直接亲近。
直接亲近的人不相信，听别人造谣言，这个是世出世间圣贤人都说，这是福薄之人，福报很薄啊，他哪里会有成就呢？我们以真诚恭敬心向老师求教啊！印光大师说得很好啊，一分诚敬得一分利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啊。你对老师要起了疑惑了，你一分利益都得不到。疑为菩萨最大的障碍。你对佛菩萨疑惑，对经教疑惑，对老师疑惑，没法子学了。清净诸佛如来，你也不得利。这是肯定的。那么既然你知道万恨为因，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不能不谨慎了。我们要取佛净土，我们一心要学佛，要做佛啊，像这个六祖能大师一样到黄梅去参学。五祖问他，你来想求什么？我来想做佛啊，我学佛目的就是做佛，我不愿意做凡夫啊。你看了凡先生稍稍觉悟之后，把他的名字改过来了，他的名字本来叫学海，改成了凡，意思就是说我从今之后不愿意做凡夫。人要有这个志气啊！佛法里面讲愿啊，愿力不可思议志愿永远在领导你的心性人要么有志，你还会有什么成就呢？知就是我这一生做人的方向目标我们今天难得了，把我这一生做人的方向目标定在做佛做菩萨我的方向目标在此地，我不做凡夫我不求人天福报天上的名闻利养我都不要，还会要人间的吗？哪有这种道理呢？天上人间的这些荣华富贵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统统放下了我们走成佛之道啊，要遭成佛之因所以思想是佛，见解是佛，言语是佛，身体造作是佛，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天天跟华严为伴侣啊，同学是华严会上众菩萨了老师设方诸佛如来，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天上人间
无比的稀有殊胜，过这个日子了，游戏在人间啊，起心动念，一切作为，都是帮助这个世间人觉悟。全心全力去做，这是佛弟子，这叫行菩萨道啊！清凉大师引证的又说：“众生之类呀，是菩萨佛土。”这个话我们要懂得。我们修菩萨道，我们修佛道在哪里修？在众生，不能离开众生。一定要修善财，立思练心呐。跟世间一切众生交往，就是五十三参呐。成就自己的真实三昧，成就自己的真实智慧啊！你接触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你对他们明了，是智慧。你在境界里面能够不被境界所影响，不被这个境界所动摇，这是三昧呀。所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修什么呢？戒定慧三学。戒是守规矩，一切如理如法，守秩序、守规矩，这是戒啊！不被外境所动啊，那是定啊！样样清楚，样样明了，是慧呀！从早到晚呐，从初一到腊月三十，周而复始，永远没有间断。真正在修戒定慧三学，真正在修四摄六度普贤十愿，一修一切修啊，一行一切行啊。这是菩萨的佛土啊！离开众生，我们到哪里去修啊？这个里头必须要认知，发性虽然是一，随一起了无量无边的变化啊！刚才我说过，我们自己念念都不同的法界，何况芸芸众生啊！在这个里面，如何能够掌握着不变的原理原则，清凉大师幕后还举了一个例子，
涅槃为善观经三心，其类非一啊！现在我们时间到了，这一段意思很长，很重要啊！我们下一堂的时候呢，再继续来学习啊！华严不能白读啊，决定有。想象不到的殊胜的利益收获。